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来谨守安息圣日，也能让我们继续领受神恩惠的话语。那我们在从昨天到现在，我们一直以以西结书为主来查考神给末世的我们有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已经看见神他是一个超越历史、超越国界、在万有中掌权的神，他也查看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心中所想的意念。我们在第三节要来谈到圣灵同在的荣耀。我们知道了神的圣灵他不止要来鉴察、要来审判，他更要来带给我们更新的力量、生命的盼望。那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克制情欲，才能去胜过很多的试探，使我们能活出神所期待的圣洁，以及回到神创造我们预备要给我们的尊贵与荣耀。那所以在今天这一节，我们要来从以西结书谈到神要赐圣灵的应许，以及他告诉我们这个应许的圣灵同在的时候，人将能够得到的功效。那我们也要再进一步的来反省，那已经领受圣灵的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圣灵更新的功效，为什么还会陷在软弱当中？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克服这一些阻碍，让我们再一次被圣灵所充满？那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的11:19，这也是我们上午最后所看的经节。以西结书11:19，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这一节是神借着以西结先知所给的一个应许，他应许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使人有一个心。那个心呢，这边说合一的心，那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大家的心是同一个心。那一个心，如果我们从腓立比书就知道了，这个就是当我们大家同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大家的心就是同样的，都是用基督这个成分那也是基督的灵来作为我们共同的心灵，那我们大家就会有同样的意念、同样的想法。那在这里神就是应许了他要赐给人同一这个心，那这个心呢也要有新的灵放在里面。那这个新的灵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带给人更新力量的灵，那这个灵它要住在人的里面，他不再是像旧约时代神差遣他的工人的时候才将圣灵降给他的工人，然后工作完成，那这个圣灵又再离开。神所要做的事情是在末后的日子赐给人这个灵，这个灵要住在人的里面，成为一个常住的帮助。那这个灵的工作要使人的肉体在肉体上呢的这个心不再像石头一样硬心，这个石头是没有生命的，但是神要使人的心发生改变，从一个石头很硬没有办法更新、没有办法反应的这个石心转变成一个肉心。这个肉的心呢，它是能够有反应的。第20节说，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使人能够对神的话有反应，并且也能够软化自己去顺从过去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因为圣灵的帮助能够变成愿意是去做并且能够持守的去做。那所以在这一节就看到圣灵它第一个功效就是软化。我们早上已经谈到犹大国非常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硬心，那也讲到我们属灵上面的一个绝症就是心硬化。那当人的心硬了之后，就不再能够接受神话语的刺激，也不再能够接收圣灵给我们任何的指教。那所以圣灵其实它是有一个功效，是要使人的心软化的。当我们祈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的心从好像已经要硬化的时候赶快求圣灵帮助，再使我们的心软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意识到自己很多对神的亏欠，然后会软化下来自己的态度，对神悔改，并且愿意软化自己的坚持，试着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变自己的做法，愿意受教。我们再看三十六章的二十六节，他也是谈到类似的应许。三十六章的二十六节，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边同样的也是讲到这个能够有这样更新能力，实心变成肉心这样子的力量，是来自神的赏赐。从人间从历史上，今天我们早上已经看见人类从古以来不论是选民或是列国，没有人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行出神所要的义。即使是选民，他们也是在反反复复当中，最后仍然是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所以如果不是靠着神的帮助，人是不可能去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在这里神应许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一个心灵，让我们能够除掉石心，得到肉心。那这个灵是什么呢？二十七节就说得很明白，这一个灵是我的灵，就是神的灵。那这个神的灵要内住在人里面，使人能够去顺从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唯有神的灵的帮助，才能使人顺从神的要求，达到神的期待。那所以圣灵是到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才降临给使徒的教会，并且在今天降临在真耶稣教会。但是这个应许这个要赐下常住的圣灵的应许，在旧约很多的地方都有说明。那在这以西结书当中谈到了很多次。那这个圣灵它的性质是什么呢？从这一节我们就知道，它就是神的灵本身，并且它是一个常住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灵。那要能够使圣灵有这样子使我们更新的一个前提呢，我们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那这也是神的应许，
神应许他要亲自的洁净我们。这边虽然他是说清水，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光用物质上清澈的水是没有办法洗去人灵性上的罪。那我们要能够真的除罪，必须靠着被就是以圣灵同在的真教会来施行洗礼。那这个清水当中有耶稣的宝血在当中，他就有洗净人的罪的权柄。那当神亲自用这个带着赦罪权柄的方式来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一切的污秽，并且能够认清我们过去所追随的偶像的虚假，能够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节，我们可以再看一次，这是我们常常翻的经节。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节，当圣灵第一次降临，使徒们宣讲出得救的真理，很多人听了觉得扎心，就问那我们应当怎么办。三十八节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有的人，不论是你们或你们的儿女，或者是远方的外邦人，都要借着这样子的顺序来得救。什么样的顺序呢？悔改，悔改之后接受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施洗，叫罪得赦。当人受洗之后，就得到了一定会领受圣灵的应许。所以这边说，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凡是受洗的人，一定就是已经得到了一定会受圣灵的应许。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只要不灰心的迫切亲自迫切的直求，神一定会赐下圣灵给我。那即使是祈求了四五十年六七十年，只要不灰心，坚信你有这个应许，那必然能够领受。那所以在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在这个段落呢，我们就知道神应许要赐下内住的圣灵，那他要带来我们软化的功效。第二个这个圣灵的功效呢，它是能够活化我们被神改变，其实是有一个阶段性。我们在心很硬的时候，渐渐的被神所软化，被圣灵所软化。但是软化下来之后，就不能没有进一步的作为，否则也就只是软软的摊在那里而已。在这三十七章，神就让以西结先知看到一个被生命力所充满、重新活化过来的现象，一个异象。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三十七章，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神让以西结先知到一个平原，看到了 满平原的 枯干的骸骨。那他使以西结先知从这些骸骨当中经过，没想到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是极其枯干。第三节，神就问以西结先知啊，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先知他知道，他不论他知不知道了，但是他的回答
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因为不论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事情，主都知道。那第四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呢，神在这里说了一个应许，他应许说，我要使这一些极其枯干的骸骨活了。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活了呢？当气息进入你们的时候，你们就会活了，并且你们会从枯干的骸骨变成有筋、有肉、有皮，一个非常完整、非常活泼、非常丰盛、美丽的生命。那于是呢，第七节，以西结先知就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互相联络。哎，这里很奇妙，神他要做的事情，其实他也可以直接就吩咐说，枯骨啊起来，或者是气息啊进入枯骨吧。但是神却是告诉以西结先知要说预言，那以西结先知说神说什么什么什么，透过神的仆人来完成这一件工作。所以这也呼应到我们第一天所讲的，神在末世即使神从整个人类的历史，他一直在寻找也兴起与他同工的人。很多的事情其实神自己做就可以了，但是他却喜悦有人与他同工，敬畏他的人与他同工。那在这个地方，以西结先知他就说预言，正说的时候就开始发现枯骨有了反应。当人开始要听神的话，就会开始有反应，愿意听的时候就会有反应。我们看见这些骨头开始互相联络了，然后呢，第八节他就看见，哎，枯骨上开始长筋、长肉，又有皮，好像渐渐的要变成一个活的生命了。但是其实这都只是外在，所以我们当我们听了神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扎心，那也开始在生活中做一些调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努力，改变作息，改变交往的对象，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等等。但是这些都还不是真正的充满从神来的生命。要能够真的有从神来的力量能够持久下去呢，必须要有神的灵。所以在第八节的最后，只是还没有气息。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第十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在这个地方，只有当神的灵，好，这边这个气息，其实它原文跟灵是同一个字，所以它圣经里面其实神的灵、圣灵，它有时候会用不一样的形象来表达圣灵不同的工作，譬如说在使徒行传二章那边。也说到圣灵像风一样吹过，那或者当耶稣在回答尼哥底母说耶稣在描述说，风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灵往哪里去我们也看不见，就是也是一样用风来做灵的比喻。那在这边这个
以西结先知他说气息要进入这些枯骨，也是用风或者气息，这是同一个字来描述灵。当神的这一口气进到了他所捏的亚当那个泥土人里面，那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同样的，在这里当神的气息进入了这些枯骨，这些枯骨就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原本是极多的骸骨，非常的悲惨的一个景象，并且也是完全没有希望没有力量，但是这些人却因为神的灵的充满而变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军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极。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什么能够去改变人生命的状态呢？就是当神的灵能够进入，能够去充满人的时候，一个非常软弱无力的生命，而且是被罪所侵蚀的生命，就能够重新再站起来，成为神能够使用的军队。那刚才我们说到被罪所侵蚀，其实在属灵上有很多的病嘛，硬心是一种病，那属灵的骨质疏松症又是另一种病。什么叫属灵的骨质疏松症呢？就是罪，罪是会去使人的生命就像骨头枯干一样的破碎断裂。我们来看诗篇的31篇，诗篇的31篇第10节，诗篇31篇第10节，大卫作诗说：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罪会使人生命的力量衰败，那罪多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属灵的力量就会几乎没有，我们就会像骨头枯干一样就是完全没有力量去行出任何的事情，去行出任何的善与义。那我们再看第32篇2-3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这边说到，如果是一个没有罪，在神面前是被神称义的人，其实是非常有福，生命也是非常平安喜乐的。但是如果是有罪，而且还不认罪，第3节就说到那个经历，就是说这样不认罪的经历呢，就是充满了愁苦，并且骨头枯干。第4节，被神的手压在身上沉重，要去面对神的审判，想逃避，要去扛起自己罪的代价，扛不起，所以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那其实我们可能也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如果我们对神有亏欠，那我们就会开始逃避神。那罪的就是我们在心里头那个那一种罪的责，圣灵因为罪而对我们的责备，会使我们内心非常的痛苦。那大卫在这里描述就是一种骨头枯干的状态。那所以为什么耶稣他被预言说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他的骨头一根都不能够被打断，因为耶稣是无罪的，罪
会使我们的骨头枯干。那所以在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的三十七章，为什么以西结会看到满坑满谷的枯骨呢？因为这个国满了罪。那今天如果我们也落在罪的 重担之下，其实我们也是像这满坑满谷的枯骨一样。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当我们能够去认罪，能够回头寻求圣灵的帮助的时候，当神的气息进入，我们就能够从枯骨变成一个有筋有肉有骨头有力量能够更新的神的军队。而这个军队所要去攻打的对象是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软弱的自我。那所以在第二个神所要给我们这个圣灵的应许，他告诉我们的功效就是生命的活化。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同样也勉励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有这样的宝贝。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里保罗说，我们有一个很重大的指望，就是他向我们这些所信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是跟耶稣复活一样的能力。他怎么样的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今天就要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每一天都应该是过复活的生命，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再一次的从昨天的亏欠、昨天的软弱中脱去，并且复活成为新的人。那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到我们有这样大的指望，还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在重蹈昨天的过犯，没有认罪，没有去主动的寻求圣灵给我们重新活化的应许呢？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以西结书的第四十七章，神借着以西结先知看异象，给我们第三个圣灵的功效。这个内住的圣灵，它要带来优化，这是为了要让大家方便记忆啊。第一个软化，第二个活化，第三个优化。但是这个词比较奇怪一点，我们会说那个电脑系统要优化或者是我们的商品要优化，就是说它可能本来还不错，可是呢它可以更好。那这是第三个神的应许要讲的，它使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得到转变，甚至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富。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的一到十二节，这里神让以西结先知在灵里面来到了圣殿这边，看见从第一节开始，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门槛以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以西结先知看见有水从圣殿流出来，并且一直流。那第二节他就流，然后继续流。第三节，他手拿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淌过水。那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段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所以这一段就先不深入的来分享。那这一段其实就是说，当人能够
更加的被圣灵充满，越充满的时候，就好像水越水位越高，那人就被圣灵所浸泡充满，到那个程度越高的时候，人就越少自己的主见，而更加的能够随着圣灵的带领，顺着圣灵而流动。那所以到了第五节最后，他甚至就完全没办法在水里自己走，而是随着那个圣灵啊，这个从圣殿流出来的水在那里游泳。那所以第一到五节他谈到了从圣殿流出来的水，它是能够让人去顺服的。当人愿意追求被圣灵充满，人就越来越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到第六节开始，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这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那这个树木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它有时候会指着就是人。所以比如说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三节就会比喻说能够去以昼夜思想神的话的人，就好像树栽在水旁昼夜都能够得到滋润，能够去结果子。那有很多地方的比喻大概都是这样说人依靠神顺从神的话就能够得到滋润，那如果不顺服神离弃神，就会像树枯干在沙漠当中等等。那所以这个树呢，它在这里其实就是指着人的意思。那第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到这个地方呢，以西结先知他看见了一个非常欣欣向荣的景象。他看到这个河一直流到很远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充满了生命力。他看到了这个水流到海里，甚至去改变了海本来的性质。这个海本来是盐水，但是当这个从圣所流出来的水进到海里的时候，海变成了甜的。那这个小字说得到了医治。好，那再来呢，当这个水到所到的地方都有动物生活，而且也带来了极多的鱼。那甚至植物呢，在第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从圣所流出来的水，它带来了非常蓬勃的生命力。它让这些生命可能原本是活的，但是它活得更好。所以像树木，它就显出了它不会退化，不会老化，它每月都能够结新果子。世上的树其实它都有季节性，它可能几月到几月才结果子，那或者是它的叶子也会随着季节全部掉光，然后再长出来。
那但是这边这个使用圣所的水来依靠圣所流出来的水所长的树呢，它不会有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它会维持一个恒定性，那并且它不会老，不会衰残，它是不断不断一直在更新的。那并且它的长出来的果子是有益的，它能够去造就别人，让人来做食物，甚至它能够去医治别人。原本它可能是被医治的，但是当它领受了这个圣所流出来的水，它变成它能够去医治别人。那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圣所流出来的水就是圣灵，从神而来的，神所赐的这一个源源不绝的活水。在耶稣他在祝棚节的时候高声说道，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三十七节，他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所说的。那在人的里面，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以西结先知，神借以西结先知应许这个圣灵是内住在人里面，要从人里面出来，这个源源不绝的活水从圣所，从神所赐，要源源不绝的从人里面出来。那这个就是指着圣灵，他要带来使人生命不断不断能够更新，不断不断得的更丰盛这样子的能力。那所以耶稣他对撒玛利亚妇人也是告诉他这样子圣灵的应许。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这也是我们常常翻的。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水是一个泉源，一个带着生命力的泉源，它能够带我们进到永生，它也从我们得圣灵起，直到我们真的进到永生的那一天，这个泉源都要不断的流出来。所以今天神应许我们圣灵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活泼，变得更丰盛，甚至能够去造就别人，去帮助别人，使人的别人的心灵也得到滋润，得到医治。那圣灵他也带着能够去改变本性的权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连盐水都能够变成甜的。所以在真耶稣教会有非常多的见证都非常奇妙，很多人都是得了圣灵之后，他的性情就整个被改变，过去可能脾气非常的暴躁，或者是有没有办法改掉的恶习，但是圣灵都帮助人很奇妙的去厌恶他过去那个很喜欢的恶习。有人抽烟，那戒不掉，得了圣灵之后闻到烟味就受不了。那有人曾经过去是流氓，非常非常凶恶，杀人不眨眼，那但是得了圣灵之后就连杀鸡都会觉得非常的可怜。这个是以前一个很早期的一个见证，那个弟兄是姓叶，这个叶弟兄他曾经是一个 很非常有名的流氓，但是他来信主得了圣灵之后，他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怜悯的心，看到杀鸡流血他会觉得非常非常可怜。那甚至说也有教会里面也有同性恋，对世人来说同性恋觉得是这个是天生不可改变的一个
一个生理的状况，但是从圣经我们知道神的创造不会有问题，神自己所给的命令不会有抵触，所以同性恋不是神创造的，同性恋是人自己去顺从肉体的软弱，顺从情欲的试探所造成的。但是当有人有同性恋来真耶稣教会受洗得圣灵，那他这个世人以为不可改的本性，其实不是本性，但是世人觉得这是本性，那也是被圣灵所改变，后来也结婚。那所以在人所不能的，在神没有不能，只有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交给神，寻求圣灵对我们的帮助，那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有一首诗说祷告改变一切事，其实后来被有稍微修改一下，叫做祷告改变一切，因为不是要去改变事，祷告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这个人，祷告能够改变我们。为什么？因为圣灵能够去医治我们一切的软弱，也去改变我们所没办法改变的自我。那所以圣灵的第三个让我们觉得非常能够有盼望的应许，就是它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优化，让我们从生命有缺陷的变成生命是丰盛的。但是今天我们回到自己，我们是不是一直都领受一直体验到圣灵这一切的功效在我们身上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软弱，好像祷告之后也没什么改变呢？祷告不是改变一切吗？那我怎么还没有被改变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47章。以西结书47章11节，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这个圣所流出来的活水不是可以治百病，可以让一切都 得到丰盛吗？为什么有这两个例外呢？难道圣灵的能力是有局限的吗？不是，是这两种地本身有问题。我们来看第一个泥泞之地。泥泞之地它在原文里面它讲的就是一种沼泽。那洼湿之处它是讲的就是原文，它那个字讲的是池子，水池。好，那我们先讲泥泞之地。这个沼泽如果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曾经出现过这个字的话呢，是譬如在约伯记8章11节有说到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所以就是那个蒲草所生长的那个沼泽地那个环境。那或者是约伯记40章21节讲到河马他所在的那个环境，说他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就是那个很多泥巴的那种沼泽的环境。所以我们就知道泥泞之地指的是沼泽。那到底沼泽是怎么形成的呢？从科学的研究，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沼泽它到底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沼泽会形成它是因为这个水域很少流动，所以它的蒸发量就比较少，然后它的土壤的排水性不好，所以那个水就一直积在那里。那其实这个水要能够让树木在上面生长得很茂盛，其实这个土它必须要能够透气，水在里面是能够去带动那个土，然后里面有氧气，水里面也有氧气，那土壤里面也有氧气，那整个都很畅通的时候，那这个土也会很健康。可是当这个土壤它排水性不好的时候，里面就会开始长很多的厌氧的细菌，
然后也有很多喜湿性的植物，就是很喜欢很湿的环境的植物就会开始长，譬如藓苔。好，那所以那个水就越来越污浊，土也越来越不透气，因为长了很多这些有的没的东西。那并且这个土质本身也会开始变化，所以它里面的矿物质就会开始还原成低价的矿物质，反正就是这个土就变质了，整个就变成更加的不透气。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结果那这个水就更难流动了，所以就变成上面的水和土里面的水是很少在交流。简单来说，今天就算是这个活水流到这个水域，它也只在表面，它没有办法深入，而那个深入下面的那个土会越来越不透气，越来越污秽。好，那我们现在来思考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信仰上面，道理它其实是一个生命之道，它是要透过去行道，然后去得到一些体验，然后再回来去反省我们所听的道，然后再用我们所听的道来修正我们所做的，去除掉我们的不义，除掉我们的罪，克制我们的情欲，然后行出神所要的爱心、怜悯等等。这应该是一个循环，然后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那但是如果今天这个道理它只流于表面，它只成为一个知识，我们就听，然后很喜欢听，觉得很好听，写了笔记，但是却没有去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让它深入我们的内心，深入我们这个人的思想，那其实我们就会渐渐的成为一滩死水，我们渐渐的里面就会开始产生那些污秽的东西的进入。所以就好像那些喜欢听新闻的希腊雅典人，听了保罗讲了这些他就觉得又听了一个新哲学。那早上我们也看到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的这些在灭国之后还留在犹大地的人，他们没有用所听见的这些责备来责备自己，而只是大家排排坐，坐得很好，好听听先知在讲什么，好像唱歌一样。那在三十三章的第32节，神就很明白的说，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耶稣的教导同样也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听到要去行道，否则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沙土上。那所以今天要怎么样去使自己不要成为泥泞之地这个沼泽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听道而行道，让这个排水良好。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21到25节。雅各书第一章21到25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神所栽种给我们的道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圣灵能带来的软化、活化、优化的功效是能够救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发挥功效呢？首先我们要先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我们必须要让那个土里面没有那些有的没的杂质，
然后要存一个温柔柔软的心来领受道理。二十二节说，如果这样还不够，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不然就是自己欺哄自己了。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了，但是走后随即又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神的道要能使人真的得福，是要借着去做出来。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觉得，为什么我好像祷告之后没有什么改变，我好像还是一样没有被圣灵充满，那很有可能是我们听了道之后有没有去行出来的问题。那第二个要去解决的，除了说要加强这个土的排水，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土本身，我们要预备一个好土地。请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十五节，这是耶稣所说撒种的比喻。那第十五节前面就是他那个神的道啊，可能掉在路边，掉在石头上，掉在荆棘上，那些都已经是很不好的环境了。那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他已经掉在土里了，可是这个土他如果不够好，那可能它也只能有三十倍的功效。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让它有更好的结果，那我们就要看十五节，它要落在好土里，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的心就是要来让神的道发芽生长的那个好土地。那我们是不是去预备一个好的土，还是不知不觉让这个土变成被厌氧细菌啊，还是洗湿性植物所占据的变质的土呢？那如果我们能够持守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那我们就能够维持这个心田的健康。大卫常常被神来描述为他是诚实谨守神的话的人，对他的子孙这样说，你父大卫诚诚实实的守我的诫命。但是后面他的子孙相对来说就是对神并不诚实。我们早上也看见这些看起来敬虔敬拜神的人，其实在他们的内心都还另外开了小房间，去迎敬很多他们所喜悦的其他的那些神看为污秽的事物。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很诚心很诚实的去面对神，面对自己，持守自己有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随时都温柔的要来领受神栽种给我们的道理呢？那如果我们能够去调整处理我们心里的状态，那我们就能够使这个沼泽，这个泥泞之地得到被改变的可能。第二个，我们来看挖失之处。在圣经另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字啊，它只出现在这里和以赛亚书的三十章十四节。那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四节那里说的是，三十章他就在说以色列民他们就是往来奔走，寻求各式各样的帮助，但是呢，神要把他们打碎，让他们好像被把窑匠的瓦器打碎那么的碎，神毫不顾惜，让他们在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去用来在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的那个池。他们很想找各式各样的水池，但是神要把他们打碎，让他们连要去池里面舀水都没有办法。那所以这个字它其实指的是一个水池。
那在耶利米书里面也有讲到另一个水池，那是另一个字，可是一样也是水池，也是神责备人的，就是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另一件恶事就是自己去挖了另一个池子。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另外挖一个池子是一件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因为这表示人离弃了神这个源源不绝的活水，人另外想要找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去引进一个不是活水的水源。那事实上那个也不是一个水源，它就是一个封闭的池子，一个死的水，然后人在里面从别的地方找了不同的水加进去。从属灵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说，既然这个活水是圣灵，那从别的地方来的水，它就是不属于神的灵。那所以今天这个池子它有可能是天然的湖泊，或者是人为的池子，但是它很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来的水，它里面的水不是从圣所来的水，所以这就是挖石之处没有办法被医治的原因，因为它里面的水不是圣所流出来的水，圣所的水也进不到挖石之处。所以我们来想，在我们的信仰上成为挖石之处，这是一件非常可怕，也是一件非常绝望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圣灵不再能够影响我们。那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十四章，以西结书的十四章，神就去责备当时的选民，他们做一件事，就是接假神进到他们的心里，这就仿佛是去引了不是圣所来的水进到这一块池子里。十四章的第一节开始，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好像很有诚意啊，要来寻求神的话，但是神很看得很清楚。二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上捉住他，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这边神说，这些人已经把假神，也就是他们所相信所依靠的，不管是人或事或物，甚至是偶像，是魔鬼的灵，这些他们已经接受了，他们还想要来寻求我，来求问我，我怎么能够回答他们呢？所以神的圣灵不回应人的祷告，因为人已经先接受其他的不属于神的灵了。那所以不论人再怎么祷告，都不会得到圣灵的回应，甚至神会故意让人去得到人想要的答案。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有说到，有些人他不愿意领受爱真理的心，那神就任凭他去相信那些虚谎的道理，那最后就进到了更败坏的地步。那所以我们必须常常来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一直都乐意接受圣灵的教导，还是我们会去消灭圣灵的感动？这边以色列家的长老们，他们就是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们虽然好像乐意来寻求神的意见，但是
当他们已经先接受其他更多的这些不管是灵的指示或者其他的帮助，那神对他们来说就只是一个参谋，一个参考而已。那这就是一种消灭圣灵感动的做法。今天圣灵它是一个小小的去提醒我们的声音，当我们去听其他更多的声音的时候，圣灵就会安静，他就不再对我们说话，也不再回应我们。那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允许很多其他的灵存在啊，譬如说在以赛亚书的25章，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29章，对不起，以赛亚书29章的第10节，当时的选民他们也是对先知的话爱听不听，也是同时敬拜神又做背叛神的事情。第9节，神就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这边神让人真的不再能够领受到神来的话语的教导了，神让沉睡的灵进入人的心了。那所以这些人就即使看着神给他们的书卷也看不懂，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的都看不懂。今天如果我们的心不再是只让圣所流出来的水进入，我们允许了不是圣所流出来的水进入，让死水在里面，那神就会让沉睡的灵来进到我们里面。也就是我们可能听到就会睡着，或者我们读圣经也打瞌睡，或者看了读了也听不懂读不懂。那其实我们就先去想，是不是我一开始我去领受或接受其他更多除了神以外来的教导或者帮助。那另外在约翰一书的4章6节也讲到，有真理的灵与谬妄的灵，读了读不懂这是一种问题，那另一种问题就是不想读而且更喜欢其他谬误的道理的教导，那这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这是谬妄的灵的影响。那在末世还有污秽的灵，在启示录的16章13节讲到了，有污秽的灵很像青蛙从3个口一直跳出来，他们的工作是要来带来征战带来混乱。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所接受的道理有些人他是在更开放的环境，所以谈论的道理可能是更加的开放的，他所接收的很多世上的神学研究，其他教派对道理的解释，那或者是对世上的思潮有很多的接触，渐渐的认同那一些，甚至来怀疑我们自己的道理的时候，那其实都是让谬妄的灵、污秽的灵进到你的心里，进到你的池子里。那这时候就会带来很多的混乱，也带来很多的纷争。他可能去混乱真理，也去混乱了教会的秩序。所以
这个挖失之处的问题，其实它是从我们要接收什么样的内容，接收什么样的信息开始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避免自己变成挖失之处呢？回到以西结书的20章，以西结书的20章7-8节，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这是我们早上有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的历史，从在埃及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就已经有在拜偶像。那神从那时候就要将他们分别出来，要他们去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抛弃埃及的偶像，但是他们不愿意。那今天神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使你那个挖失之处里面的东西能够改变掉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抛弃。这里说到，你要抛弃的是眼所喜爱的，你看了觉得是就好像夏娃看那个善恶果，他本来看是不可吃的，但是当他改变想法以后，那个善恶果就变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使人有智慧的果子，变成他喜欢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能够从根本去改变那个挖失之处里面的那个死水，就是要转变，再重新的用属灵的眼光去看，那个东西不再是令我喜爱的，那个东西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在这一句神的教导，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就显示这个一个很大的反差。人看为眼所喜爱的，在神眼中是可憎之物。而今天我们如果想要真的再一次的被圣灵所进入，再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必须要愿意改变我们的看法，看出那个的可憎，并且愿意抛弃。第二个步骤就是10节，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神怎么样使人能够真正的脱离罪污呢？人自己没办法抛弃，那神进一步的就带人脱离那个环境，使人隔离在旷野。我们在疫情当中知道都要自我隔离，来使自己不要害别人暴露在那个病毒当中。那在这边就是指着我们信仰上的病有毒，那我们就必须把自己跟那个毒隔离开来。神让百姓进到旷野去，在一个与那些可憎之物隔绝的环境。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好像是被某些东西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或者是影响了我们对神的爱，譬如说每天都在看影片，或者是喜欢去接触某些思想的书籍，或者是某些人他所说的东西，或者他的观念会影响我们，那其实我们都应该隔离。第三步，隔离了之后呢，我们要将神的律法放到心里，愿意去遵行。所以11节，神将他的律法赐给他们，将他的典章赐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样人就活了，很简单的，只要人愿意去与罪的源头隔离，重新引入这个生命的活水进到自己的里面，那么人就能够因遵行神的话而活着。
但是说是很简单，最困难的就是人没有办法去抛弃。那这个必须要人有真的愿意要悔改的心，求神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最后来看启示录的22章。启示录22章的1到2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在启示录当中，再一次，并且是在启示录的最后，神再一次的让我们仰望以西结书曾经给我们的圣灵活水的应许，让我们知道神他愿意赐给我们活泼的生命，也赐给我们能够医治万民的权柄。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愿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愿意要来亲近神、领受神的生命的这个心，让我们能够专一的让自己做神的子民，神做我们的神。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